宣传总经理应该是拄接手，所以有一寡状况不明清楚，毋知发生这么大的代志。我真正是替伊，要不要替大家，感觉足遗憾。紧甲我走动，我即马规要倒火，我即间啊，我请位台顶盛欢阮恁两个嘴火。哎呦，我受不了！不冷静，明明代志拢是伊抓出来，管你假鬼假怪，讲甲阿妹说，讲阿家己就无奈，赶快紧甲我走动，我要倒火了。受不了！虽然只是因为一寡误会来离开富贵建设。不过我真正足无希望，讲哦，我一只付出的公司，就安尼倒去，更加无希望。我前场人，因家将来爱面对这种这么大的危机，所以我才特别邀请我这卖头家，也就是黄氏集团黄先生黄总裁来出面瞧这件代志。黄总裁真正是足讲义气的啦，我一甲讲，伊就随答应。所以我嘛要特别感谢亚马逊，愿意出面。来做这个小店。爸，我若真正甲高分袂掉，你敢要原谅我？你是个咧流毒啥？刚刚你要用亚马逊的？您别改变。错了，今日无事，咱的海死的人，唔得活活啊！